看这一题，他问说哈，这个二次函数的最高点在南向线，那你就给他 k 方嘛，负的 s 平方减 x 加二分之一的平方减二分之一的平方，啊再加二，所以 k 完方以后，这个是 x 减二分之一的平方，啊负得正嘛，就四分之一加上呢二。再加上多少呢？二又四分之一了，所以在南向线呢，它的最高点哦是在二，啊跟二分之一啊，二分之一跟二又四分之一嘛，这两个都是正的，所以呢在这里，在第一象限，所以答案是在第一象限，答案应该要选 A。